阿姐黑丝开 show 跳骑马舞。大家識嘅話咧，我好歡迎大家咧係一齊唱歌，係。其實咧，我係請你落去先嚇。我希望就最好有空間先至前發下。你有影咗相未啊？最緊要嗰張相。難得你前晚開 show， fans 係零舍興奮㗎啦。但係我見到冇褸袍嘅你先最 high 啊！虽然 show 长腿玩危险动作你都不是第一次的了，但是黑丝咁诱惑，江美仪行埋一边啦。小林话你是唯一冇拉面皮同打 Botox 嘅女艺人，佢真系醒啊，咁都知道，但系佢一定唔知道，其实你潮都 Gangnam Style 都识跳啊，老分 BB 都唔够你爆咧。